6:31, we can start our class, our lecture. So very welcome to Professor Zhang Xinnan. And I'm very proud to introduce him because he is a remarkable guy, a remarkable professor, and one of the proud of my life because I know him since he was a master student in Tianjin University. Yeah. So when he was a young boy, and now he's a young... Almost 20 years ago, yeah. 20 years ago, 24, we know each other for 20 years. So he's, ladies, please remember his name because in the future he will be very famous and very high level. I think he's one of the best people around in my life. So, Zhang Xinnan, the floor is yours and you can speak directly in Chinese. And here we are all pending on your knowledg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o be with us.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to share this lecture. Okay, I will begin with my presentation. Okay. So firstly,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e screen of my computer. Okay. 各位同学，请问能看到吗？ Hello， 可以。好的，这个非常感谢保罗教授的邀请啊，因为应该是从03年04年吧，我就这个认识Paulo先生了。那个时候呢，他其实也是在中国来到我们天津大学呢，很就是都是很开心的一个这个时期，也是由于这个保罗教授的这个帮助呢。 那其实我后来呢，也有在这个Milano Politecnico 的这个学习的一个过程。那个时候呢，就是Politecnico 的这个 Canna Molina 呀，Glazzanafoli 呀，就是两位先生呢，对我的这个影响呢，也都很大。那么，因为我相信大家是在这个传统的一个村落里面进行一个这个聚落的一个。 从城市设计的一个层面到这个建筑的一个尺度的一个讨论，如果Paulo老师给我的这个信息没有错的话呢，我相信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么一个状态之下呢，其实我想把这个造家的这个事情呢，简单的跟大家呢有一个分享吧。那所谓的这个知识也好呢，所谓的这个信息也好呢，那我想呢，更多的是在这个里边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一个。 历史观的一个建筑发展观的一个状态之下呢，甚至是这个设计方法发展观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对这个问题呢有一个个人的一个思考吧。那好，那我就继续。那么关于造家这个事儿呢，其实非常有意思。给大家放的这张图呢，其实并不是原来那个照片，我想尽办法呢去找这个原来这个照片的一个状态呢，但是找不到了。是一个什么照片的一个状态呢？ 我在港大读书的时候呢，有一门课叫这个 vernacular house。那其实当时龙炳仪先生给我们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呢，他会放一个在，就是1900年代的苏州河畔的一个船。那条船那个状态呢，其实是有这个一点点呢被架在了这个河岸上。那么剩下的这个部分呢，那其实用这个 原木呢架在了这个河上，那那条船的这个尺度呢，能容纳一个人在这个里边呢，这个睡觉，然后也能这个做饭。当时给我们看这个照片的时候呢，龙炳仪先生呢，就David 呢，也曾问我们这个问题，在这么一个类似于 shelter 的一个住宅的一个状态之下呢，你能读出什么呢？那其实同学们众说纷纭的都有啊，比如说这个结构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尺度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生活的一个行为的问题啊，那么最小化满足这个问题啊。但其实这个David 老师呢，其实给我们讲的最多的呢，说你看明白这个为什么它只有一点点搭在地上呢？因为地权，因为这个土地的一个产权的一个问题，它尽量少的这个搭在土地上呢，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呢。 就可以很好的呢，少去花费这个占用土地的这个费用哈，少去花这个费用，因为它毕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水上嘛，啊，
所以就是找了一个东施效颦的，但是可以类似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这个状态，比如说对土地的一个占有的一个情况。那么之外的呢，再合上这个价出来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说，无论是这个建筑，那我们说这个住宅本体的话，对于土地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一个最基础的。当然，这个引子呢，先到这儿的话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说一下这个家的一个情况哈。 这套邮票呢，是我们中国人民邮政总局在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的一系列的这个中国民居的这么一个邮票的系列哈，在这个邮票系列当中呢，其实对于这个传统民居呢，以一个版画的插画的一个这个艺术形式呢，进行一个表达。那么某种程度上呢，也把我们这个民居的一个地域性吧，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阐释。 在这个里边呢，其实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它所体现出来的这个文化的一个类型，以及这个地域的回应的这个方式，其实呢，都是在建筑学的一个层级上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价值。顺便说一句，这套邮票非常便宜哈，淘宝上现在买一套的话，好像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 如果你将来出国的话呢，我建议你可以在淘宝上多买几套送给这个，比如说读建筑的朋友啊，或者是这个很好的这个就是同学呀，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那好，那我们继续说家哈。我们看这个传统的一个这个家型的一个讨论的话，当然不用讲，北方的话呢其实是四合院的一个系统哈。我们到这个南方的话，比如说福建，那么有这个土楼的一个系统。 最早的我们的这个土楼的一个系统，最早的我们的这个集合住宅的一个类型之一哈。顺便说一句，在这个文艺复兴之前呢，中世纪的这个罗马万神庙的状态呢，其实也呈现出了一个土楼的一个状态哈。抱歉，因为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没有找到之前我讲一里的那张图片，我就用一个语言跟大家描述吧。 为什么说万神庙当时呈现出了一个这个外象型土楼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万神庙的这个墙体啊是非常的坚实的，所以当时这个罗马人呢，为了这个就是很高效的去进行一个住宅的一个搭建，那相当于在这个万神庙的墙体上呢挑出来了很多的这个悬臂梁。 那么把这个住宅的部分呢搭建在这些这个悬臂梁之上哈，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省去买地的钱，第二个好处，你可以占这个结构的便宜。所以在这个清理之前呢，整个万神庙的一个状态呢，相当于你可以想象成把这个土楼的一个状态进行了一个外翻，就里边是万神庙的这个空间本体。 外面呢，从墙上挑出来的那些部分呢，形成了一个居住的一个系统，只不过在后来的一个这个整肃当中呢，在这个就是罗马教廷的对于这个城市设计的一个复兴当中呢，那么那个状态呢，其实是被这个消解掉了哈。好，土楼简单就说这些，我们再看，当然有苗寨了，苗寨的话呢，也非常清晰的一个这个系统。 在这个山地之上，以这么一个这个甘蓝的一个方式呢，把最大效率的这个减少了土地的一个土方平整的一个代价哈。那么同时呢，在这个通风的一个状态之下呢，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那么羌寨的一个系统，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贵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寨子，是苗寨吗？是的。 诸位同学，是苗寨是吧？是苗寨。是苗寨。好，那我们看什么？不好意思，没有听，是苗寨哈。好，那我们看这个羌寨的一个状态。其实羌寨的一个状态特别有趣。羌寨的状态有趣的地方呢，在于它一般在这个川藏地区的这个海拔3000米左右哈，2000到3000。为什么对于这个就是海拔的数据我会记得这么准呢？因为 在历史上呢，其实这个藏族跟这个羌族是经常的发生这个，就是不能说战争吧，但是这种这个小规模的这种这个就是战斗还是有的，以至于呢，这个羌族因为这个人数的关系啊，所以呢，他们慢慢的呢被赶到了这个就是这个2000-3000米海拔的这么一个这个状态。
那么在这个地方，他们建立这个聚落的同时呢，也会建立这种碉楼，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进行一个警戒的一个作用，就是进行一个这个警戒的一个作用。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意大利北部的话，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城镇，那么有的这个小镇呢被称作这个千塔之城哈，就是因为在那个里边呢也是有这个很多的这种警戒用的这种瞭望塔。 那主要的原因呢，在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北方呢，也是因为这个法国和，当然这其实不是一个严谨意义上国家的一个这个定义哈，也因为跟这个就是接壤的一个关系吧，其实也会经常发生这种这个就是战争的一个事件哈。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去都灵呢，你会特别诧异，这么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城市。 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一个都市的一个架构呢，非常的现代，甚至是当代哈，跟这个曼哈顿所表征的这个最为现代化的城市设计的这种这个划分呢是十分相同的哈。那你会奇怪，那作为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城市，我们也都知道，那有它的很深厚的一个文脉以及这个历史，那为什么都灵会这样呢？ 因为都灵就在这个就是以前的一个这个领地的一个接壤的地方，所以呢，要不就那边打过来，要不呢这边就打过去，每打一次呢，基本就被平一下，所以以至于到后来，它就形成一个稳定状态的这个时候呢，就用了这个现代的一个规划的一个方法哈。那么羌寨说完的话，我们再看这个造这个事儿，前面说的是这个家哈，我们说造的话呢，就是说比如说当地的这个材料。 对吧？比如说当地的这个材料，无外乎是土木，无外乎是这个土石或者是这个土木，对吧？那么有这个当地的这些这个设备，有当地的这些这个技巧。那么比如说这个土楼的这个搭建，土楼的搭建呢，就是先把这个放样的这个平面的一个架构呢进行生成，再把这个夯土的这么一个外墙呢进行一个营造，那么结构的这个系统啊。 整个一个空间系统呢，那其实都是在这么一个这个低级的一个工学技术之下呢进行一个完成的。所以呢，在这个里边呢，我其实对于家要提几个主要的一个事情哈。那第一个呢，就叫你的这个家域，所谓的这个 family circle， 或者叫你的这个社会性关系，第二个呢，其实是这个气候性和这个地理性的问题，可以叫它这个环境。那么第三个呢，那其实就是一个建造，无论是这个地域的一个材料，还是地域的这个匠人哈。因此呢，在这个里边呢，我们看就是所谓的这个造家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很好的可以把这些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乡村的这个历史传承下来这个聚落呢，有一个回应。 当然，更大的一个回应呢，其实在于就是，一个问题的一个提出哈。我们说这个中国传统上，或者是你们到的这个寨子，你会觉得它非常好，非常有趣，或者叫非常有意思。但是你很难发现有史籍可考的建筑师或者是规划师在设计上对它进行的一个预设，甚至是这个影响。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让这个空间的一个 状态达成了现在这么一个结果呢？那这个呢，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三个问题呢，那可能能明白这个结果呢，其实是回应了这三个内，这三个无论是这个内在的还是这个环境和这个技术的条件制约呢，这么一个方式哈。那我们看这个，首先看这个四合院的这么一个家型的一个系统哈。 在这四合院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系统的话呢，那其实更多呢就是北方的这种很格局的，就是很这个就是讲格局的这么一个这个院落的住宅的一个系统啊。那在这个院落的这个住宅的系统里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这是最简单的，那分为这个前院和内院、垂花门和正房或者叫堂。在这个里边，我提一个问题哈。 你们能在这个平面上给我解答出，或者叫给我回应出，哪个是卧室，哪个是客厅，哪个是书房吗？各位同学能回答这个问题吗？很遗憾，我告诉你，你回答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房间的名称的一个定义的一个系统呢。
其实不是由我刚才所问及的现代主义以来的这个功能性的这个名称呢进行一个定义的。它是以什么定义的呢？它是以这个伦理的 moral ethic， 就是伦理的这么一个机制，以这个则例或者法式以来的当时的这个营建的一个法规标准进行的一个控制。比如说哈，比如说这个我们看正房里边一般都放什么东西哈，这个就不监禁都不说了哈，就是正房里边一般都放什么东西哈，正房里边其实一般放的都是所谓表征的这个传统的或者叫这个根源的天地君亲师。那我相信呢，就是说你们在这个苗寨里边呢也能发现这个类似的这个表达的一个方式，比如说火塘，比如说这个厅里边那根这个没有起到结构作用的这个柱子，再比如说可能有的被汉化的在这个正堂里边会有这种这个对联来表征这个天地君亲师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呢其实就是 moral ethic 的一个这个具体的一个就是 adoration 或者叫崇拜的一个体现哈，或者叫崇拜这个体现哈。那再具体来说的话呢，就是说这个，那这个房间的话肯定很明白，正房其实不是居住性的，正房是这个纪念性的或者叫礼仪性的。那在这个东耳房呢，这个东耳房或者是这个东侧这个房间呢，一般是这个长者或者是大儿子居住的这个地方。那么西耳房或者是这个西厢房呢，肯定是这个排名居次的。那么这个倒座的这个部分呢，可能有这个车马相关的，或者是这个佣人相关的。所以我们看整个这么一个空间架构，它的一个家的系统呢，它的一个形成呢，或者它的一个回应呢，其实是在血缘伦理的一个支配之下，用家庭当中成员的这种这个关系进行的一个表达哈，进行的一个表达啊。那我们再看，就是说这个再大一点的这个宅子，比如说这是恭王府了，那么再大一点的这个宅子呢，它可能有这个配有这个花园哈，可能这个配有这个花园。那假如说你把这个概念放大，你去审视一下故宫和这个北海和景山的这个关系呢，那对于这个家和这个这种尺度的，或者是这个最高等级的一个家和自然的状态呢，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理解哈。那我们看在这个里边呢，其实这个我其实特别愿意给大家讲这个图哈，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洛书九宫哈。比如说都知道这个一是代表这个朱雀，九是这个玄武哈，三呢是这个白虎，这边呢七是这个青龙，那五呢就是说这个就是最稳定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从这儿到这儿又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假如说大家你们把这个比如说九减五啊，二减三呢，七减五啊，六减五啊，你把它的极坐值呢，极这个绝对值呢，按照这个五为一个原点进行一个极坐标的一个这个反应的话呢，你会得出来一个这个阴阳的这么一个图示哈，会得出来这个阴阳的这么一个图示。那关于这个图呢，就简单讲这些，感兴趣的话呢，还可以自己去看，包括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个建房子的这种功法鲁班算法里边呢，其实对这个呢也有一个回应哈，在这儿就不赘述了。那关于这个伦理的一个表征和 adoration 的一个这个纪念呢，在这儿呢也不赘述了哈。那我们看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营建四合院的这么一个状态哈，这些这个工具。那所谓的这个磨砖对缝呢，就是我们看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磨砖对缝呢，为什么叫磨砖对缝呢？砖生产出来的话，你把它的这个就是磨成一个类楔形的一个状态，然后把这个灰泥或者是粘合剂呢，在这个部分呢进行一个这个填充，进行一个这个砌筑哈。所以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工法的话，磨砖对缝呢是最费工，但是最后呈现的一个材料的或者叫这个量体的整体性呢，最完整的这么一个结果哈。那我们再看哈，就是说这个右侧呢放的是山西的这种这个就是河院的一个这个照片哈。那可以看出来，尽管也是北方的这种这个河院住宅的类型，那么从这个院落的格局上呢，也能读出来它对于这个伦理的一个回应和这个尊崇。但是
在屋顶的形态和类型上，因为回应了这个气候，因为山西普遍的这个缺水嘛，所以它以这个单坡的方式呢，完成了这个泗水归塘对于自然资源的一个集约。所以呢，尽管这个规制上，尽管空间的一个机制上有我们内在的这个伦理的一个控制方式，但是在这个气候的一个外部条件的这个回应上呢，它在这个形态当中呢也进行了一个变化。那我们再看这个下边这个房子呢，其实是典型的这个华北民居的一个这个状态哈。某种程度上呢，它是这个北方的这个卷棚结构形式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低造价化的一个变体。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就是说这个对于落水有个回应，构造这个工法比较简单，然后这个资源支撑或者叫这个建起来比较便宜。那么这个屋顶也顺应了北方的这个天气，华北的这个天气，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夏天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在上面呢很好的进行这个作物的一个晾晒。嗯，那我们再看这个，就是由于这个院落的建筑的这么一个院落的这个住宅的这么一个类型的，那其实呢结合这个呢，我们也有带同学们呢进行一个这个当代的一个演绎的一个讨论哈。比如说这个呢，就是大概在十年之前吧，我带着同学们呢做的关于这个天井的一个空间类型的一个变体呢，在这个老城里边呢进行一个这个文化中心的这么一个设计的一个竞赛哈。大家能看到吗？那首先一点呢，是对于这个天井的一个这个尺度还有它的一个构型的一个类型呢进行了一个分析。第二个呢，在这个空间状态之下呢，从剖面上呢把这个天井和这个院落以及这个场所和人视线之间的一个这个机会呢进行了一个这个别类。在这原型的一个基础之上呢，跟场地的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个回应呢，那得到了最后的一个这个建筑的一个状态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再看这个土楼这个状态哈，土楼这个状态其实大家也都清楚，因为它的一个集合住宅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呢，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其实是防御性的哈，其实是防御性的。刚才这个工法讲过了，那整个的一个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这个防御性的。我们防御性的这种这个民居里边呢，刚才跟大家讲过这个羌寨对吧，给大家讲过这个羌族人的这个羌寨。那其实广东的这个碉楼啊，广东的这个碉楼啊，其实也是防御性这个建筑的一种这个住宅的一种表达哈。那么具体的呢在这儿就不赘述，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那在这个土楼的这个系统当中呢，其实中间的好多的这个内涵呢其实是什么呢，都是这个祠堂啊，是这个祠堂。那为什么在这个中间放这个祠堂呢？其实就像刚才在这个北方的合院的这种住宅类型里边，在最重要的这个房间正房或者叫正堂的那个放祖宗牌位的道理是一样。那么它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 adoration 的这个场所呢，就成为了就是精神的这个所在哈。那其实这个事情呢，比如说这个我们经常说的，在历史上呢，作为一个这个血缘伦理的这么一个这个国度呢，那其实我们好多事情呢都是在这个祠堂里面去完成的哈。比如说这个年终的分猪肉，再比如说这个就是红白的这个喜事，再包括这个家法，甚至是这个教育哈。那所以某种程度上呢，祠堂呢就成为了这个聚落本身最重要的这个部分。那你用当代的这个类型来替换它的话呢，叫什么呢？居委会，还是这个市民活动中心，还是这个小这个社区的医院，还是这个社区的幼儿园，还是这个社区的这个什么文化机构？我相信这个都是又都不是，因为机制的这个本身呢其实到今天呢发生了这个变化。那其实这个图是我特别爱放的哈，我们看都是这种这个同样的一个图解，就圆中间有一个点哈，比如说土楼中间是这个祠堂，那么这个环形监狱中间呢是这个瞭望塔，
那么在万神庙的这个中间呢，是这束光，一般被认为呢是神的眼睛哈，被认为是神的眼睛在注视着你。顺便提一句，如果下雪或者下雨的时候，你正好在罗马呢，我建议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赶到这个万神庙。那在那个场景之下呢，你会发现一颗光柱哈，会从这个整个的天际吧，直接通向这个万神庙的这个大地哈。所以那一刻呢，它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这个空间的纪念性，或者叫这种这个神性呢，会被这种这个自然的要素和这个光以及空间的这个本体呢，进行一个最好的一个叠合哈。那么所以呢，在这个里边呢，某种程度上呢，在当时的一个状态之下呢，所谓的头上三尺有神灵哈，因为是一个天主教信仰的一个国家，它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规训呢，或者是他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稳定呢，包括道德的一个约束呢，其实呢都是由这个宗教来进行完成的。也因此呢，如果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社群比作一个圆的话，当然这个类似的对比呢也有这个Tim Ten 在这个奥托罗圈呢进行的一个表达，在这就不赘述了。那么这个圆如果是一个聚落的话呢，中间的那个部分在这那个时期呢，那其实就是宗教了。那我们看哈，我们看这个我们这个土楼的一个状态，那中间是一个祠堂，对不对？那在这个状态之下呢，那中间的这个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血缘纽带形成的一个伦理的一个家族的关系。所谓的这个不要辱没家门，所谓的不要愧对这个祖宗，对吧？所以在那个时期呢，就是家族的血缘的这么一个伦理，以及这个儒教，就是植根于此的这个儒教带来的这个道德的和这个社会行为的一个规训呢，其实成为了这个整个空间状态的一个这个 program 哈。那到了这个 Betham 的这个环形监狱，那其实大家也都清楚哈，就是一个警卫其实可以把这个整个这个监狱的人呢搞得坐立不安。因为什么呢？因为都这些犯人关在这个房间里面呢，都觉得是被他注视着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呢，你可以想得很明白了哈，就是因为 Betham 是最有名，就是最富代表性的这个功利主义哲学家，就是在他的这个讨论之中呢，所谓的这个规训哈，所谓的这个规训哈，所谓的这个法律哈，所谓的这个管理，甚至是 monitoring， 就是无时无刻的这个注视呢，那成为了他的一个这个最核心的一个这个 program 的一个本体哈。所以拿这三个建筑的这个状态进行类比的话呢，你会发现不同的这个时代决定了这个他的一个这个最后的结果的呢，其实最重要的呢，其实并不是这个所谓的建筑师的一个设计，而是他的一个 program 的一个定义哈。那我们看呢，就是非常好的这个建筑师朋友，比如说这个王辉老师的所在的这个都市实践呢，在早年间呢，结合这个土楼的这么一个原型呢，那进行了这个青年公寓的这么一个演绎的一个设计哈。这是在深圳他们做的这个新土楼的这个案子。在这个案子里边呢，好玩的一点呢，或者是不同的一点呢，就是在中间的这个方的这个状态啊，它其实呢也进行了一个这个房间的这个布置哈。虽然说从这个对于这个图解和这个 program 的一个回应来讲的话，尽管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应该有一个对社群产生影响的一个空间机制的一个这个场所回应。因为什么呢？就是在当代的一个社群问题之下，因为都是租客，对吧？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机制，什么样的一个场所来促生这种机制，让这个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些这个人形成的这个人群完成一个很好的这个社区邻里关系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问题哈。那这个呢是它的这个外边的一个状态和内院的一个状态哈，这个是房间里边的这个场景。那我们看这个甘蓝式建筑的这个状态，那么在这个就是贵州地区多山的话，因为
在传统的一个工学的技术和施工的这个方法之下呢，进行大量的这个土方平整呢，其实是代价非常高的，甚至是不太现实和可能的。因此呢，干栏式的这么一个方式呢，就很好的把这个山地上的这个土方平整的这个问题呢，进行了一个这个解决哈。那在这个解决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在这个气候性和生活的这个方式呢，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比如说下边的一个通风的一个状态，再比如说这个在之下呢设置这种这个养牲畜的这么一个这个地方，那么把这个空间的这个效率呢跟这个生活的这个机制呢有一个高效的一个解决哈，有一个高效的一个解决哈。当然了，就是类似的把这个住宅本体进行一个生产化的应用哈，进行一个生产化的一个应用的这个案子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鹅掌村的这些住宅，就是日本的这个鹅掌村的这个住宅的一个这个状态哈。它是一个非常陡的一个大屋顶，回应了这个落雪的这么一个荷载的一个问题哈。在这个大屋顶的这个空间之下呢，为了避免这个结构与屋顶形态回应带来的这个空间浪费呢，它在那个地方呢其实是进行这个蚕的丝织的这个养这个产业这个生产，同时呢也作为这个仓库去这个使用啊。所以我们看就是说这个在当时的一个家庭之下呢，其实不仅仅是这个生活哈，那么生产的这个场所和机制呢也成了它的这个定义哈。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堂屋的这个火堂哈，就是堂屋的这个火堂。那这个火堂本身呢其实也被认为是这个家庭的生活的这个最核心的一个灵魂的一个所在。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瑞特的这个讨论当中呢，他认为这个壁炉呢是一个这个住宅呢最核心的一个这个原型哈，最核心的一个原型。比如说呢，右侧呢就是这个 Wright 设计的这个住宅哈，可以看出来呢，他会把这个壁炉呢作为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凝聚了家庭气氛的这么一个场所。那在这个里边呢，就是传统的这个施工的这个方法呢，也刚才跟大家说过，受限于这个技术的一个强度和这个力量哈，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屋架呢都是以这个人力能够很方便的进行一个这个建造的。当然了，就是传统的这个帐杆哈，包括这个传统的这些这个仪式啊，包括这个对于这个就是日期的这么一个推算呢，那其实呢都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传统。那么我们看，这就是说这个就是刚立好的这个屋架的这个状态。那么对于这个就是贵州当地的这个住宅家型和这个 housing 的一个讨论呢，那我们的这个在指导学生进行竞赛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回应。比如说左侧这个图呢，其实是我们赵建波老师指导的这个和邹颖老师指导的这个同学呢完成的，以这么一个木构的这个 mega structure 的一个 housing 的状态呢，完成了对这个山体缺失的一个织补哈。那右下角这个方案呢，是我和胡一可老师指导的同学呢，对于这个多发山洪的这么一个这个地域性的住宅问题呢，以这个当地的这种这个悬索的一个这个机制呢，进行的一个长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创造吧。在这里边我们看哈，因为这个当地的话呢是多发泥石流，而且呢就是居住的这个土地的条件呢是非常的恶劣，以至于呢就说这个几年被冲一次呢，这些这个住民呢都非常的这个流离哈，都非常这个流离。当地的这个交通的这个方式呢，以这种这个穿索的一个这个滑索的一个方式呢进行一个解决，低造价的。因此呢在这么一个context 之下呢，我们的讨论呢就是，哎，我们能不能把这种这个方式结合好呢，以这种单位式的这种这个居住的这个舱体呢完成一个这个聚落的一个生成哈。它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状态，对于这个社会性行为回应的一个状态呢，在这个里边呢也都企图呢有一个满足哈。
那赵建波老师和邹英老师指导同学完成的这个案子呢，其实就是回应了这个采矿带来的对山体的一个自然的和这个土地的一个破坏哈。通过这个聚落的这个完成呢，把这个被这个破坏的这个山体呢进行一个滋补，在其中这个生产性的这个部分呢，完成了一个这个生态修复的这么一个责任。 那么我们看，在这个川藏地区的这个碉楼哈，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你有点难分出来哈，就是说上边是这个藏族的这个女孩，下边是这个羌族的这个小伙子跟这个大爷哈，在这个里边呢，就是说这个细化的这些平面呢就不在这儿赘述了哈，可以看出来的一点什么呢？其实这个所谓羌族的这个民居跟这个藏族的这个建筑的这个样式啊，比如说梯形窗。 那么，比如说这个高出檐的这些这个檐口哈，包括这个就是类平顶的这么一个状态呢，其实跟这个藏族呢不说一样吧，基本上是这个非常相似的。所以在这个里边呢，就是什么原因带来的呢？两个原因，一个是气候性、地理性的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技术的工法的一个这个条件带来的这么一个结果哈。 那么在他们这个里边呢，就说除了有这个火塘呢，一般还会有一根这个假的这个柱子。这根假的柱子呢，被认为是这个 generation adoration， 它的作用呢，有点像在这个合院系统之下的这个天地君亲师的这么一个牌位的一个意义哈。那么在这里边呢，还有这个藏经筒哈。那么结合对于这个原型的这个讨论呢，我跟胡一科老师呢，那其实也是指导学生呢，完成了这个加建哈，完成了它的一个加建跟这个机能的一个策划的一个修补哈。 那么我们最后看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造家这个事情，那么关于造家这个事情，家由谁组成，它的社会性的这个机制，它的这个机制的这个内因的一个驱动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地理和气候的这个环境，从外在呢对它的这个要求。 假如说这是由内而外的一个生成的一个内驱，那么外边由外而内的呢，则是对它的这个制约和影响。那么具体的这个工法呢，完成了整个的一个这个最终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出来呢，所谓的这个造家呢，就是传统上中华呢是回应了天地君亲师，那么有文化的，然后这个社会性这个伦理的。 还有这个环境的，那么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家呢，其实就是说对于人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这个体现哈。那么为什么把这个讲义起名成造家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在 architecture 这个词啊被这个带到日本的时候呢，他们最早呢是把这个词呢翻译成 ZOUKA， 就是造家哈，就是造家。日本的这个伊藤忠太先生呢，也是最早的这个东亚建筑历史研究的奠基人哈。他在这个1890年代指导这个东京大学的二年级的学生进行一个设计题的这个设计课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造家可能就没法去回应 architecture 了。那个题目是什么呢？那个题目是这个港口堤岸的灯塔设计。 以至于呢，他就把这个词呢，从这个造家呢变成了这个建筑，就把 architecture 的这个翻译呢，从这个 ZOUKA 变成了 建筑。那么这个到了1910年代呢，我们这个清政府的教育考察团呢。
其实到这个日本考察完之后呢，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建筑教育的这个体系呢，其实是已经带回来了，但是很遗憾，刚回来呢，他这个公司就倒闭了，这个清政府这个公司就倒闭了。那么直到这个1927年呢，刘敦桢和这个柳世英两位先生呢，在上海呢，他们设立了，就是他们设立了这个，就是他们设立了这个自己的事务所，发现哎没有这个学徒，没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助理建筑师，所以呢，他们当时呢就在这个苏高工吧，在这个苏高工。抱歉，我记错了，应该是1925年，在这个苏高工呢，就是办了一个专科，办了一个这个建筑的这个专科。那第一届学生还没培养完呢，就是中央大学呢把他们邀请过去呢，办了，就是1927年呢承办了这个中央大学的这个建筑系哈。那么同时期的话呢，就是之后哈，同时期不超过10年，比如说梁思成梁先生受邀呢。在这个东北大学完成了这个东北大学建筑系的一个筹建哈，在这里边还有个史实哈，因为就是我们历史上哈，中文建和筑两个词连用哈，其实是不作为动词的，是作为这个是不作为名词的，是作为动词的，所以呢，就是我可以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呢，就是建筑这个专业也好啊，这个名词的一个来源也好啊，就是日文汉字。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你可以去考据一下这个历史的一个文本。那么最容易的方法呢，你可以去读一下这个天津大学徐素斌老师呢出版的这个相应的关于这个我们近代建筑教育和这个建筑学领域交流的那本书哈，在那个里边呢，他会把这个问题阐释的非常清楚。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说这个事儿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说这个在当时朱启贤先生他们成立这个营造学社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把它叫做这个建筑学社吧。但为什么没有叫做这个建筑学社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非常沉重的危机感，以及对于这个中华的这个非常热烈的这个感情哈。我举个例子，在这个1937年年底吧，当时这个梁先生和林先生听这个在北平嘛，北平那个时候，当时梁先生、林先生他们基本上都会猜到，或者就有听说。就是在转年呢，基本上这个日本就打过来了，所以呢，林先生和梁先生的这个38年的这个上半年，就是抢救式的，把这个华北地区的这个古建筑呢，进行了一个快速而全面的一个考察。当时梁先生的脚还不太好，然后这个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莫宗江莫先生陪着。雇了一头驴，然后就几个人非常高效的辛苦的抢救似的把这个华北的这个历史建筑呢进行了一个考察。同时期的比如说日本的关野真，这些同时期的这个建筑史家或者是建筑研究家来中国如果考察的话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是军队陪着或者是宪兵队陪着。比如说这个关于独乐寺的发现，那就是因为当时那个关野真坐着这个就是部队的这个吉普车从那儿路过，发现了一个从这个墙外就能看见的出挑非常雄伟的这个屋檐，那就判断哦，这个可能有一个唐的遗存，有一个唐的遗存。所以我们想我们的这个第一代哈，就是说这个第一代的这个现代的这个建筑学人哈，我们中国的还有我们第一代的这个现代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史学和建筑的研究者，在那个时候其实是付出了非常艰辛的一个努力哈，付出了一个非常艰辛的一个努力。
所以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呢，某种程度上也要回应造家这个事，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日本人最早接触architecture的时候会把它翻译成造家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家型哈，就是关于 program 的这个家型的这个讨论呢，基本上可以表征我们在历史上的这个建筑的全部类型。当然你也会奇怪，就说哎，那个我们不是有这个寺庙吗？ 那寺庙的话呢，比如说普宁寺哈，普宁寺的话呢，就是在历史上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进行一个寺庙的一个修建的话呢，是会按照这个相应主尊的一个仪轨呢进行一个讨论，或者拿这个京都的流传于这个十六世纪以来的一个童谣的来说的话呢，它是这么唱的哈，你想知道 阿弥陀如来的家是什么样吗？那么你就去平等院的凤凰堂吧，去宇治的这个平等院的凤凰堂吧，因为都大家也都清楚哈，这个宇治的这个凤凰堂呢，它的这个主尊呢就是阿弥陀如来，所以在那么一个场所之中呢，就是按照这个阿弥陀如来的这个家型的这个环境，相应的经文呢，相应的这个壁画呀、经变画呀，有描述啊，对场所的一个营造哈。 那么下边的话呢，大家会说哦，这个是故宫大型超大型办公建筑，它其实是超大型的这个行政礼仪和居住的复合体，而且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就是这个皇帝的家，就是这个天子的家。所以呢，造家这个词呢，其实不是说随便翻译的哈，不是说随便翻译的，某种程度上从这个文化的一个这个根源的角度上讲呢，或者从这个类型的角度上讲呢，我个人认为呢，造家这个词呢更能反映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影响下的一个营造的一个流变。好，这个呢就是跟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图解哈，就是我特别喜欢讲这个靶子。 那这个靶子呢，就是说外边这一圈和里边的这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解基本上可以表征这三个建筑的一个机制哈，但是正是因为中间的这个部分在发生了这个变化，那其实呢，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这个空间的这个机制呢，也发生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哈，所谓的这个意志同构哈，所谓的这个意志同构。 那么不用说了，中间的这个祠堂啊，中间的这个祖宗的天地君师的这个牌位啊，这里就不赘述了哈。那再回应到我最早提出来这个问题哈，在乡村里面，我们都能读到很丰富的、很细腻的，你觉得体验非常好的这个场所，那是谁设计的它呢？那其实呢，在刚才讲述的一个过程里边呢，某种程度我也进行了一个解答哈。 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社会性的一个运转的一个机制呢，对它的一个土地利用的状态，对它的一个空间资源利用的状态进行设计分配之后呢，得到的一个结果。好，这个不多说了，这是这个某村的这个族谱啊，这就不多说了。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家和造家的这个问题哈，从家和造家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呢，结合刚才的一个简报呢，可以再思考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或者你们住的这个住宅的这个设计哈，比如说被奉为这个现代主义经典的这个Villa Sava，就是这个萨夫伊别墅哈，被这个萨夫伊别墅。 在这个案子里边呢，就说这个可能你们被讲的时候说住宅的机器啊，你对环境很好的一个回应啊，等等等等哈。当然再细讲的话，能讲很多很多，比如说这个材料啊，比如说这个结构啊，比如说它的一个这个细节的一个支配的一个状态呀。但是我们看下边这张图，这个是科布西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这个居住区设计的时候呢。 进行的一个这个图纸的一个绘制啊，这个是一个什么状态呢？这个状态呢，就是它在这个里边呢布满了
萨图伊的这么一个住宅类型，也因此呢，确实如他所说，这个就是居住的机器了哈，就是居住的机器了。那当代的这个住宅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状态呢，也就呈现出了一个工业化的、产品化的以及极高效率的泛功能定义化的一个结果哈。那这张图特别有意思，这张图呢，左边这个呢，其实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两个都差不多，对吧？长得都差不多，对吧？我可以告诉大家，因为这两个呢，基本上就是同一套施工图，但是这两个案子可完全不一样哈。左边这个案子呢是在海南，右边这个案子呢是在哈尔滨。那么这个开发商呢都是恒大哈，开发商呢都是恒大。所以呢，在当代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其实都是从这个20年代以来的，特别是一战之后对于这个住宅的一个大量性的一个诉求哈。最有名的呢，开始呢就是这个法兰克福的这个townhouse 的这么一个这个类型的一个产生。在这个里边呢，住宅被定义成了这个居住的机器，因为高效的一个生产、标准化的一个营建，那么工业化生产的三个原则呢，那其实呢又对这个机器还原住宅呢产生了重要的一个影响。三个原则，一个叫功能化，第二叫标准化，第三个叫魔术化，以至于在这个机制当中呢，行为的本身或者叫房间的本身被极简成了四个核心的功能，比如说起居室，比如说卧室，比如说厨房，比如说这个洗手间。也因此呢，这个也回应了我在最开始拿着这个合院的这个平面问大家，你能否在这个合院的平面系统之下说出哪个地方是起居，哪个地方是卧室，哪个地方是这个客厅哈。很难，为什么呢？因为对它进行定义的这个机制呢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在这个状态之下呢，家庭的生活呢其实被简化成了四个基本功能，个体的人呢变成了抽象的概念，那么住宅呢也就变成了工业化和商品化的这个产品哈。在这个里边呢，当代住宅的设计其实就是基于这么一个假设，人的行为和日常生活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和阐释，用统计学的方法。所以呢，如前所述哈，就是我讲造家的这个时候哈，那日常生活其实是非理性的。那再一个，什么叫日常生活呢？就是 everyday life， Tim Tan 所强调的这个 everyday life， 也因此呢很难武断的采用科学的方法呢对它进行一个阐释。在当代的或者叫现代主义以来的这个工业化住宅的设计进程中呢，建筑师的首先的考量呢，并不是遵从了你的这个血缘伦理的社会性的一个和日常的一个传统，而是如何使设计呢更加的易于工业化的这个生产。日常的生活细节呢，被认为是琐碎的、不重要的和例外的事情，而被忽略了。那么我们看哈，如何重返真实的这个日常？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你要尊重、理解和认知分析个体的日常的这个生活，以及讨论清楚个体在社会结构系统和社会网络中的行为的方式，以及确定个体的问题和实际的一个需求。那么在这么一个方式之下呢，那我相信呢，也有机会使在血缘上、在工作和学习关系上没有相关性的这个人群呢，以你的这个社群性的一个空间机制的一个设定呢，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社群的一个关系哈。因此呢，在这个里边呢，就是对于空间的这个灵活性，对于它的这个需求，对于这个空间的一个调整呢，成为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事情。而且呢，更要给他们这个机会呢，去使他们日常的生活呢去熟悉这个去熟悉化和这个新奇化哈。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前面讲述的这个造家哈，以及这个对于从 architecture 翻译成造家，再翻译成这个建筑的这个历史啊，是我们刚才所提及的。那么对于这个家形呢，我们中华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地域性的这个表征呢，我也有一个简述哈。后边的话呢，我会给大家讲这个十个简单的案子哈。那以天津的这个住宅为例呢，有为什么讲这十个案子呢？就是我给他起了一个题目呢，叫百年十宅哈，叫百年十宅。那么这十个案子呢，横亘了这个历史的100年的这么一个这个区间哈，在这个里边呢，我对于这个当代住宅的一个讨论或者叫批评呢，就是说我们很难有一个这个状态呢，再去回应老舍所写出来的四世同堂的这么一个家庭的一个关系了哈。关于这个不赘述了，关于伦理的问题哈。那么我们看，首先第一个呢，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天津的一个状态。天津的话呢，就是这个由于这个漕运的关系呢，在这个三条河的这个交汇之处呢，进行了一个营建哈，完成了这个渭城的一个建设。那么随着这个租界的一个开展呢，整个这个天津呢，也从这个 Chinatown 向这个城市的这个外部去扩张哈。在这个里边呢，天津呢，由于漕运呢，又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经济生活为主的一个城市，所以呢，它的这个老城呢，除了这个正郊的一个十字街呢，是非常的讲有格局的话呢，在这个土地买卖的这个关系上，比如说我们看这张图，那其实就是说这个一呢是杨家大院的这么一个用地或者叫这个宅址的一个这个边界哈，可以看出来这么状态。那么二呢是这个姚家大院的这么一个状态。大家可能会奇怪哈，天津离北京离得这么近，为什么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格局上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异呢？那我跟大家说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买地的时候可能是分几期买的，比如说我先营建了这一块，后面的这个邻居呢，那不在这住了，可能就把这个卖给我了，那我再把这个地呢进行一个整肃，进行这个住宅的一个营建。所以在天津的这个传统的合院住宅的系统和北京的最大区别呢，北京的这些这个院落合院住宅的这个相对来说呢是非常的规整的，用它的这个院落中间的这条这个轴线呢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交通和空间礼仪的序列的一个控制。但是在天津呢，除了这个中间的联系了院落的这个之外呢，我们看还有一条，就是我在这儿画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建道哈。为什么叫建道呢？它完成了两个这个两侧的这个合院纵向系统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关联哈。也就是说呢，可能这一块是他之前买呢，后来呢把这块这个买回来之后呢，那这个建道本身呢就成为了这个横向和纵向联系的这么一个空间媒介哈。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杨家大院哈，杨家大院就是说这个有很清晰的，比如说这个进来的这个地方啊，然后这个迎接客人的这个地方啊，然后主要居住的一个地方啊，礼仪性的这个地方啊，等等等等哈。那么第二个案子呢是这个千祥义的这个案子，典型的一个 shop house 的一个状态哈。在这个案子里边呢，好玩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这个细节可以看啊，这是1900年代的这个房子哈，在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来呢，就说这个无论是这个西方的这个柱头，还是这个东方的这种这个发券的一个，还是说当时这个新艺术运动时期铁艺的这么一个形式呢，在这个房子里边呢，都以一个混杂的状态出现着。那么整个的一个平面的一个关系呢，可以看出来右侧呢shop house 的这个部分呢，完成它的这个 housing 的，也就是这个居住的这个机能哈。那么左侧的这个部分呢，完成了它的这个商业的售卖的这么一个机制哈。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剖面的一个状态哈。时间关系，我就简单说。所以我们看呢，从这个两个案子里边呢，一个呢是传统的结合了天津的这种这个地权变化的特征呢，完成的这个合院的这种系统，另外一个呢就是结合了它的一个这个商业机制呢
和当时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交流的一个融合呢，带来了这个就是这个商住的空间机制以及这个相应的这个细节哈。那我们再看00年到49年的这几个案子哈，那这个时期呢，就是在这个租界契约，在那个时期呢，其实我们沿着海河的这些租界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发展。 以及在这个北侧的这个袁世凯所经营的这个河北新区的一个状态呢，对整个天津的这个城市的一个拉伸和发展呢，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哈。在这个里边呢，比如说这个37年的哥德楼哈，那就典型的这个 townhouse 的这么一个状态哈。那么前院进来，这个起居的这个地方、住的这个地方，那么下面呢，这个佣人的这个地方、储藏的这个地方。 后院的话呢，这个 back street， 那么这个从这个储藏啊，包括这个厨房啊，这个 output 那些这个就是杂物啊，或者是这些垃圾的这个地方哈、啊，那剖面的话呢，也是很清晰的能读懂呢它的一个这个机制哈，在这个里边呢，一般是这个主人会住在这个二层，那上面呢有可能自己用，有可能租出去，在这个当时呢，还有这个很好的。 就是怎么说呢，很高效的这么一个，比如说阁楼的空间，那么很便宜的租出去呢，那其实也产生了这个阁楼派的这么一个文学上的一个分支哈。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结合了传统院落式的一个机制呢，跟这种这个 townhouse 的这个类型的一个混合体，或者叫它这个里弄式的这么一个这个住宅系统啊，比如说名园系里，就是简单的，就是非常清晰的一个里弄式的这么一个。 住宅的一个系统，比如说这个对于院落的或者叫合院的一个强化哈，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就是说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吧，我就把这个简单过一下。当然了，还有这个当时的这个 villa 别墅类型的这么一个住宅的一个这个体现哈，啊这个案子我特别的喜欢讲，就是哎呀这个因为没有在现场，在现场的话我会把这个年代。 把它去这个遮蔽住，让大家猜这个房子是什么年代的，非常让人佩服。这个房子是1936年的，1936年的高层集合住宅。佩服的原因是什么呢？佩服的原因不是它设计的多美，或者它盖的多高，佩服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它当时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机能的一个机制已经非常的现代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整个的一个设备系统啊，设备系统上下水电，整个的一个设备系统的一个发展程度呢，已经非常的这个高了。有很多好朋友，比如说我的这个建筑师朋友来到这个天津的话呢，我特别喜欢带他们去这个解放北路去看这个丽华大厦，然后我会问，哎，你们觉得这房子是哪个年代的？很少有人能够回答出来一个准确的年代。 猜的最接近的也会讲，这个是不是1940年代或者是50年代的哈？那对于这个上述10个案例呢，其实呢，我们从这个平面、从轴测、从它的这个房间关联的这个图解，再到这个整个的一个面积，到这个可供这个共同居住的这个代际的话。 进行一个分析呢，你可以看出来呢，在那个时期呢，基本上就是说这个2到3代人或者3到4代人都可以哈，都可以。那么49年之后呢，由于这个就是新中国建设的一个需要呢，在天津呢，其实或者在全国吧，都有这个相应的工人新村哈，就是我们这个建筑工人进行一个城市建设居住这个地方。其实当时的一个设计寿命是5年。 但是很遗憾，这个当时其实是用了将近这个30-40年的一个状态哈，就是所谓的工人新村。那其实我们看从这个52年到这个57年呢，因为学习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呢，由于学习苏联嘛，我们把这个住宅的这个系统呢，其实是进行的非常的这个现代或者叫非常的这个充裕的，以至于在5年第一个5年计划完成之后呢，进行检讨呢，发现它超标了，所以呢，把这个单套的这个户型呢，会拆解给几家人住哈，以至于带来一个问题呢，就是几家人共同混住的话呢，其实居住的一个影响哈，还有这个质量呢，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削弱。
那么到了这个五八年到六九年的这个大跃进的这个时期呢，可以看出来呢，其实是充分的这个吸收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这个超标的或者叫标准过高的这个教训哈、啊，所以呢，把这个比如说厨房啊，比如说这个厕所呀，那都把它的功用出来哈、啊，以这个长廊呢，把这些这个用这个长廊呢，把这些这个就是使用的这个私人使用的这个系统呢，进行一个串联哈、啊。那么再到这个七六年到这个八零年呢，因为这个受唐山大地震的一个影响，就整个的一个建筑的这个法规，还有这个建筑的这个技术呢，都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哈。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说已经很尊重每一个家庭的这个单位的一个需求呢，把整个的一个这个户型的一个或者叫平面的一个这个设计呢，进行了一个高效的一个反应。那么在最后进行这个结语的话，我们看哈，就是这个家的这么一个状态呢，其实受很多要素的一个影响，生活的人哈，那么社群呢也一样，你生活的人的一个关系，包括你对于他的这种应对的精准程度哈，应对的一个精准程度。那么在最后呢，我想给大家放一下呢，就是我指导这个我的研究生完成的呢，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家型的当代化的一个讨论哈。那我指导我的这个研究生呢，首先呢对全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传统民居呢进行了一个分布的一个统计。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把这个院落的这个层级性的这个数理关系呢进行了一个分析。通过这个分析呢，把它的开放率的一个差异呢在地图上呢进行一个表现，发现受这个地理气候以及这个伦理的一个影响层级呢，呈现出来这么一个规律性的一个变化哈。这是开放层次的一个分析图哈，开放层的一个分析图。可以看出来呢，就是在这个系统之下呢，其实这个地理跟气候呢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一个影响。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又对这个福建的这个错的这种这个所谓的福建大错哈，这种传统的这个住宅的空间机制呢，进行了一个进一步的分析，把它的整个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数据呢，进行了一个数据库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进行了一个这个自动生成的机制的一个软件的一个编辑哈。完成这个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选地呢，通过对等高线、等坡线以及这个尺度划分机制的一个这个分析呢，又得到了它的一个生成机制，最后呢，得到了它的一个划分的一个方法。那么根据这个场地划分的这个状态呢，应用前面的一个生成机制呢，对这个传统的一个这个格局影响下的这个新的这个空间的系统呢，进行一个生成的一个分析哈。完成之后呢，得到了这个场地上不同的这么一个这个类型的一个选择，进而呢，我们把这个得到的这个结果呢，通过策划呢进行一个优化，再通过这个工学的这个体系的一个实施呢，让它完成一个这个最终的一个建筑的一个状态啊。好，那么最后呢，我想再从 architecture 到造家到建筑，再简单的谈一下乡愁。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呢，也回应了我整个的一个这个简报内容的一个核心哈。我们看一下，大家可能都看过这个 Tarkovsky 的这个《乡愁》这部电影哈，是一部非常令人深思的、饱含哲理的这个电影哈。那么它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我简单说哈，我就引用这个萨义的在《东方学》里边的一句话吧，他也是 Cult 的这个德国的高僧雨果哈，是德国高僧雨果，不是这个法国人雨果哈。他是这么讲的：一个人若只觉得家乡是甜美的，那么他只是一个羸弱的智耳；若认为每一寸土地都是故土，那么他已是一个强者。
但若将整个世界视为异域之地，则他是个完人。我简单从我刚才的讲座的一个内容的核心来给大家再阐明一下这句话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如果你仅仅珍视你的家乡，以一个怀旧的目光畅想着逝去的那些所谓的美好时光， 那么你只会是一个絮絮叨叨的羸弱的一个智儿哈。如果你认为每一寸，无论是他乡还是故乡，都是这个故土，怀着浓浓的爱，那么你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强者了哈。但是如果将这个故乡和这个异这个他乡呢，都视为这个异域之地，带着发现的这个眼光， 带着审视和学习，不断的去拓展它，发现它，植根于它的价值的这么一个态度呢，那么你就是一个完人，好吧？我的简报结束了，谢谢各位同学，也谢谢各位老师，好。 I have one ques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er. Okay. What is your vision? I'm very caring recently a very important topic, which is in which way a young Chinese architect should face the design of the insid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design and the ancient village? Because we shouldn't do like modernist, again, modernist or Zahadid or computational, okay? But is in the,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cannot copy. So what is your approach, your suggestion? Actually, so in Chinese or in English? Chinese, okay. No problem. OK，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哈。在这个问题之下呢，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就是，你要变析清楚什么是活着的，或者你想这个，你想让什么东西再复活吗？或者它可能复活吗？那什么东西是活着呢？能懂我意思吗？比如说这个拿日本举例的话呢，它的好处就是说这个，我先不判断它的这个价值的这个优劣，我先不特别着急的把它这个摒弃，或者是这个断解构，我先留着它。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些无论是生活方式，比如说有河史、有洋史，对吧？还是它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习俗，比如说 京都到现在每年也会有大型的这个活动来祭祀这个盂兰盆节等等等等哈，所以这个问题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就是，你先判断一下，就是历史上传到今天还活着的，我们怎么能够把它用得非常好，所谓的这个振兴哈。那么其他的如果是好的话，能不能有一个复兴哈？ 在这个里边，首先先不谈这个建筑形式的问题，也不谈这个建筑本体的问题，因为讲老实话，我觉得如果你这个 program 的这个问题，内驱的这个机制的问题，你没有一个判断的话，那所有的这个形式的一个结果的一个物质呢，在我看来都是 cliche 或者是 bluffing。所以在这么一个这个状态之下呢，就是说这个机制本身 完成的这个对于乡村目前状态的一个这个质朴和需求呢，我认为这个呢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嗯，正如同这个 Carlos Capa 所说的哈，就是说这个你没有办法这个再做出一个这个古希腊的柱头了，因为现在没有人能这么做了，即使神也不可以，因为时代不同了，嗯。 好，简单就这么一回答 ，Paul。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Xinnan. Thanks a lot. Seems that the student don't have any other question because you are so clear that no question arise.
Xinnan,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I really thank you so much, because I know that you are very, very busy in these days. But even if you are so busy, you give us so much time and so much energy for this lecture. So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as a personal gift. Thank you so much, Xinnan, for being with us. Thank you. My pleasure. Thank you.